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！踏着圣诞宁静的钟声，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圣诞节。怀着满心喜悦的心情，我们又盼来了一个幸福的感恩节。我们相聚在一起，彼此相爱；我们团结在一起，彼此相助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的格致家才能如此和谐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的圣诞节才能如此温暖。夜深了，无数的星辰亮起，将爱的剪影拼成笑脸贴在天空，当流星划过时，就能将我的思念与祝福传送给你们。星空中点点闪烁的荧光环绕着缤纷绮丽的梦想，祝愿你今年许下的心愿都能一一实现。在圣诞节即将到来之时，我们最想见到谁呢？嗨，圣诞老人，我们太想你了，快和老师同学们打声招呼吧。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就是传说中的圣诞老人，我可是有着响当当的名头的。同学们，你们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吗？你们知道西方国家是怎样庆祝圣诞节的吗？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欣赏由初二同学带来的圣诞节的来历。欢迎各班代表为大家带来话剧《圣诞节的由来》。玛利亚向上天祈求，得到了一个孩子。在一个冬天的晚上，玛利亚的丈夫带着玛利亚前往伯利恒。老板，我们需要一个房间。十分抱歉，我们已经没有空余的房间了。我们就住一个晚上，通融一下吧。对不起，我需要尊重我的顾客。两位，我们是这里的住户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请到我们的马房休息一晚吧。对对对。十分感谢，可以吗？这样赶了一天路的约瑟和玛利亚终于找到临时的归宿。约瑟悉心照顾着玛利亚，就在这个晚上，耶稣诞生了。夜深了，马棚里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，他们决定过去一探究竟。与此同时，三博士走进了马棚。三博士，看，东方的天空上有一个好亮的星星。我觉得这样大事发生了。我支持这个星星一定能发现什么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就在这儿，是他呀。咱们去偷偷看一下。三博士告诉玛利亚和约瑟，这个孩子将是大家的救世主。哦，好可爱的孩子啊！他将是我们的救世主，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就叫耶稣吧。经过房主的宣传，越来越多的人追随耶稣，并把他出生的日子定为圣诞节。在我们的格致家，这一天也是我们的感恩节。在圣诞节与感恩节的到来之际，我们仅代表八年级全体祝格致家的全体师生圣诞节快乐。在圣诞节即将到来之时，我不远万里来到了美丽的格致家。在这里，Thank you.
情，处处都有感恩。难忘每学期开始，励志笔、校刊是浓浓的鼓励与肯定。难忘怀揣感恩心，共话师生情。第十四届师生节，向阳节歌唱响，象征着师生并肩的节气在格致家的天空飘扬。难忘六一，甜美的巧克力温暖了初三学子疲惫的心灵。难忘元旦，师生包饺子送祝福，共同留下岁末的美好记忆。难忘体育加试，老师们振奋人心的鼓励，同学们奋力拼搏的身影。难忘学弟学妹们送上的中考祝福，千纸鹤、星与星、主报平安，还有别具特色的视频寄语，格致家最坚实的后盾。难忘毕业送考，一一话别三载恩情，祝福学子再创辉煌。一切都是真情，一切都是感恩。下面就要揭晓下一个圣诞礼物。好吧，让我们共同欣赏第二份圣诞礼物，格致2015感恩记忆。前行的力量，温暖我们的心，照亮我们长大的步伐。格致家的点点滴滴都应该被永远铭记。我们最不能忘记的当然是可敬的老师们。圣诞老人，你的礼物袋里有老师们送出的礼物吗？当然，第二份礼物是回忆15年的感恩瞬间，而我这第三份礼物就是老师对同学们的祝福与心愿。尊敬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圣诞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，而格致赋予了它特殊的含义，它是格致的感恩节。在节日到来之际，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向大家道一声节日快乐。在这样一个温馨的日子里，我们要感谢爱岗敬业、严谨治学的老师们，是你们用智慧与汗水为同学们插上了飞翔的翅膀。我们要感谢自信阳光、锐意进取的同学们，是你们不断地挑战自我、超越自我，给格致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惊喜。我们还要感谢格致的家长们，感谢他们对学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，感谢他们给予了我们生命与无私的爱。需要感谢的还有很多，让我们感谢生活吧，快乐也好，悲伤也罢，都是生活赐予我们的，我们都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，这样我们才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好。同学们，让我们珍惜青春吧，快乐地投入到学习与生活中来，在格致你一定会收获成功的喜悦与幸福。最后，再一次向老师与同学们道一声节日快乐。初一，全体老师祝孩子们所有的希望都能如愿，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。祝同学们猴年快乐、健康、幸福，耶！一班、二班，祝同学们健康成长、快乐学习，耶！我们三生有缘，相聚三班。祝三班的男孩聪慧如猴，祝三班的女孩们伶俐如猴，祝三班的孩子们圣诞快乐，天天快乐，耶！祝愿四班的孩子们人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天天都有新的收获，永远健康快乐成长， Merry Christmas， 耶！五班六班的孩子们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天天都快乐。祝同学们
七班八班的孩子们，愿所有美好的祝福都属于你们，圣诞快乐，元旦快乐。有一种心情叫做期待，有一种祝福真诚永远。值此圣诞元旦佳节来临之际，全体初二教师祝格致家的孩子们圣诞快乐，元旦快乐，平安健康，幸福永远。耶！一、二，加油！一班、二班，加油，加油！生命因你们变得温馨，回忆因你们变得精彩，旅途因你们变得浪漫。圣诞节祝福三班四班的孩子们永远快乐。雪落冰清梦，远了深秋，寻路踏歌来，近了圣诞，尽情玩耍，狂欢平安夜，尽情嬉戏，浪漫圣诞节。愿五班六班的孩子们圣诞快乐。心到想到看到闻到听到人到说到做到得到时间到，我们的祝福到。七班八班的孩子们，祝你们圣诞快乐，天天快乐。耶！体育组的老师祝九年级的同学们八百一千嗷嗷的，仰卧起坐嗖嗖的，实心球杠杠的。最后，祝九年级的同学们圣诞节快乐！祝一班的宝贝们一鸣惊人，一飞冲天。Merry Christmas， 圣诞，圣诞，圣诞快乐！我们希望二班同学们能够做到二话不说争上游，接二连三创佳绩。三班的孩子们，三生与你有缘，吉祥共度圣诞，祝福短篇传送，共祝圣诞快乐。祝四班的孩子们四季如春，事事顺意。祝五班的孩子们新年进步，健康快乐。六班的孩子们圣诞快乐，希望六班的孩子们在通往中考的路上练就三头六臂的本领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在中考的战场上六通四达。七班，七班，2016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圣诞快乐。9898圣诞快乐。9898花开最盛。祝九年八班的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耶！政治历史信息，恭祝同学们圣诞快乐。今天不仅仅是圣诞节，更是格致学子们的感恩节。踏遍心田的每一角，踩透心灵的每一寸，满是对您的敬意。老师们，圣诞节快乐！同窗生活中一个个难忘瞬间都值得永远珍藏。同学们，圣诞节快乐！叩响心灵的门环，每一丝感动都是你们对我的爱。让我们为辛苦操劳的父母说一声圣诞节快乐。2016年的钟声即将响起，我们为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挂上一个铃铛，祝愿我们大家度过一个幸福难忘的平安夜。此时此刻，我们正在享受这份快乐，正在享受着格致的感恩节。就在我们相互赠送礼物与贺卡的时候，也一定想起了为我们日夜操劳的父母与长辈了吧。下面就让我们快快拿出笔来，把我们的祝福与心愿写下来送给他们吧。在最后，我们电视台的所有成员一起祝愿格致家的老师和同学们 Merry Christmas， 再见。哈哈，我也要去别的地方送礼物喽。
同学们，明年见。Ho ho ho ho! Merry Christmas!